专辑，作曲人尼克 Mark Kobe 找我哎，太做作了吧！爆笑，眼睛打开一点，爆笑，我也是个人。再就是呢，我们用发球机出来，然后用球打到你觉得最欠扁的人，打越大力越高分。这也是这么简单的，扁欠扁，打到自己。拍谁？我刚刚说五球，我说错了。你这么说有？哎，我觉得你要再打一次。我觉得你刚刚运气。我是不会答应这种邀请的。我们应该要弄 MIDI 了。有一天我们三个人相遇了，这么前面啊？我是真的要打一次，我们是没有，我们没有在拍，而且坚持要印证你拥有控球。即使控制不了人，也可以控制。规则其实跟裁判的心情一样，是浮动的。哎，对，有没有办法做声音？我弟跟我爸都有在打羽球队啊。哇，厉害！最终冠军可以挑战在即。哎，不可能！没期待，可以挑战越南越战。别黑我！赢了，保证不会亏待你。不会亏待。太苦了，但输的，输的挖掉，挖掉。会有，比如说十次机会，好，还没想好。对，我们还在，有道理吗？还在想，还在计划，边想边创作。对对，你们一定会做到，就是表演者自己的开心，你们演员的开心，这一定会做到。对对对，现在状况很好，就是目前这个台上面要感谢其他，因为这个是好东西，他不带应该要大家都不带，他带就大家都带。不能输啊！所以我们当队员的，我们要回去磨个训练到死，再也不练琴，不练琴。摄影机有拍到吗？还是有，没有没有，只是球比较重要。算啥重点是没有说真的要技术高，我们还是以好玩为主。你对羽球有热情，热情可以克服技术困难。打到半下哇，很近啊！那我们就现场见喽，9月14号五大第一场、第二场。9月30台艺大，台艺大，高露好手，耶！我跟他说我的古典吉他还放在教室。我是辅大音乐系。我是辅大是德文系。像你讲德文的时候，只会讲英文。外语学院的有德文系跟音乐系毕业的中医啊，读一年就认识鬼鬼，就想考音乐系，鬼鬼叫我考的。我在那边正中跟大家道歉。就是呢，反正我家就是离管乐超级近，然后我其实从大学就住在四星好多好多年了，因为我离不开这里啊，我离不开吉他堡，怎么了吗？我哥，哎，你还是还没到。大家好，我是双马，选我一定赢。耶！今天的体力不佳，不要选我，拜托选我。超过十秒了。刚刚有飘到，但是你有，你想发展广告。
要棒，要棒，要棒。那我们为什么孩子心情那么棒？不能换乐器。好玩耶！我喜欢打鼓。能获得小分大大的红包。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快乐缺氧朋友，然后我们是海豚姐姐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专辑，然后来我们专场。那我们好哭哎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生日一波有安平之光吗？